春季进攻，我只要守住，对，我这个游戏就破完了。火车欸，哇靠，火车冲进去把我的坦克把我的玩具箱弄爆。完蛋。这边有一些炮。他要设定那个十秒，他只能离开十秒，因为你如果一直放在一个点，那他们出生就会一直全部自杀，就像这样，不用撵了就好了。啊，干，靠背哦。那我再一次炸这些垃圾都有铁可以拿，炮顶上我了！小赛，刚才搞我。
暂时打一下，然后等下就被打爆。 炮都清掉了，差不多了。 我已经有防空武器了，再来换这个，这个是迫击炮。 炸我炸得很开心嘛，放的。 这个防空炮，这个麻烦。 这个要开太远了吧？
哪边？差一秒。 飞这么低，太刺激了！我到底有没有打到啊？ 只要装一发就可以打三下。
再来从哪边？ 破击炮真的比较强，我以前都不玩破击炮。<笑>在哪里？ 谁给我偷跑进去？哼！这个会从哪里来？ 是这边吧？对。想要过桥，先通过我这一关。
来，德国的巨兽坦克要出炉了。这样打得到吗？这个嘞，这个会不会痛？好像会。又好像还好。到底会不会痛？沙小，不可以！我来跟你硬碰硬！我要打掉我什么？我等一下再看。来呀、啊！对准我！啊，好可怕！出来，会有别的东西是不是？哪里在忙？他压到我了！啊，看！哦哦，赢了！自杀攻击。所以啦，1918年3月21，我们获得了胜利。